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责任完全在美方。如果他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就坐战狼又何妨呢？说起习近平主政这10年的中国外交形象，很多人都会用战狼二字来形容。外交官员们的记者会常常剑拔弩张，在社交媒体上高举爱国旗号的中国青年，因为各种出位的支持政府并打击不同声音的言论，被视为当代红卫兵，并被戏称为小粉红。国际关系上，中国在海外动作频频，一带一路、南海争端、新型大国外交的组合拳，让欧美国家日趋警觉，纷纷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态度。而当我们回望邓小平以及江湖执政的年代，中国曾奉行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然而习近平上台后的这10年，中国的外交关系为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他的大国外交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就这个就是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呢、早在习近平还是国家副主席时，他的外交风格就出现端倪。2012年，在成为中共总书记前夕，他访问了美国，并表示要将中美关系塑造成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之行成功。一年后，他顺利接替胡锦涛，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领导人。我们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在接待美国国务卿克里时，他再次提到新型大国关系，谋求美国认可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个口号主要是针对要调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呢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要试图增加呢在国际事务发言权。中国当时在预估世界发展的时候，他曾经呢或者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完全的解除比如说这种对于东升西降的理解。中国呢也曾经预判呢美国内部的政治动荡会导致美国国家自身实力的下降，甚至于影响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这个下降。在之后的4年里，两国关系缓步发展，但即使是面对朝鲜问题和南海争端，双方都并未撕破脸。直到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开始大打贸易战，两国对抗全面升级，有评论甚至将其与曾经的美苏冷战相提并论。They do not want me or us to win because I am the first president ever to challenge China on trade. 我都觉得这种摩擦呢，可以用准冷战来形容。现在两国呢已经告别了合作伙伴关系，那么只是在共同的试想找到一个能够摩擦但不破裂的这么一种共存的方式进行下去。而在国内，中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强硬姿态却圈粉了不少国内民众，战狼、小粉红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这个属于一种民粹的爱国主义或者民粹式的民族主义一种宣泄，这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主要的声音，甚至于唯一的声音，形成了一种当下的外交中间的政治正确。它实际上是使得中国的外交政策呢会逐渐走向一种僵化，逐渐会走向一种极端化。随着中美交恶，西方各国和美国的盟友也纷纷强硬起来，这一时期的中国也在国际关系上另谋出路。中国的一带一路由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之后升级成中国外交的旗舰战略，旨在建立由中国主导的跨国经济带。我期待着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献计献策，让这一世纪工程造福各国人民。2年后，他又在联合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成了其大国外交的核心内容。在过去的数年间，中国已经与140多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支持者认为，该计划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而反对者则声称其暗藏债务陷阱和新殖民主义。
最近曾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斯里兰卡，就因债台高筑而触发了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当时可能中方和他不管是斯里兰卡或其他国家，他们可能对于这些计划的评估太过乐观，这种大型的开发案它其实风险很高，因为它会牵涉到当地的社会和当地的政治，然后不是因为中国有一定的经验，之前有一定的成功，这种经验就很容易的能放在其他的地方，然后就跟在中国国内一样这样子实现。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中国还积极同俄罗斯发展伙伴关系。习近平主政的这十年，八次出访俄罗斯是到访美国次数的两倍。而新冠疫情之后的首次外访，他选择与普京会面。对于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中国也表示理解。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体现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外界认为，中国此举是为了拉拢俄罗斯，并在国际事务上与欧美抗衡。近年来，中国还在其他地区积极作为，意图建立由其主导的国际新秩序。2018年，习近平宣布给予非洲600亿美元的援助，之后又免除多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在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末期，塔利班便派代表访问中国，并在之后的一个月发动迅猛攻势，夺取了政权。在东南亚，中国继续保持和柬埔寨、老挝等国的紧密关系，而面对南海争议，中国时常通过军演来秀肌肉，这些都让外界认为原有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中国的资本输出也是为了换取战略利益。中国它在大型对外开发的这种经验当然比美国虽少一点，等于说是美国60、70年代付的一些学费，它现在正好在付。中国可能需要做一些取舍，觉得认清哪一些地方它做一些这种金钱外交换取利益的这些动作会对它比较有益，或者说它的回报率会比较高，哪一些就可能可以暂时放在一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回顾习近平治下的这十年，中国与西方渐行渐远，虽然努力开拓不同的发展方向，但成效却尚待观察。如今中共20大召开在即，面对外界的各种声音，习近平的大国外交是否可持续，未来的外交策略能否为国内经济的困境解围，这都将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